还不知道欧洲的央行这个该怎么去应对这个事儿。但是我猜啊，这次等美国这个大选完了之后，哎呀，这事儿该怎么了？就是印出来了这么多钱，该怎么好好的意一下？谁也不知道。来吧，准备来讲今天的小课堂。这是我也不知道。稍等啊，9月，这是19。不是吧？考错了。稍等，印出来的还都不是国债，有的是直接就是印出来的，不是说这个美债，就是印的美金。谢谢，人美胸大。没有没有，考错这个大纲了，稍等啊，我再考一下，马上回来。谢谢榨菜肉丝米粉，谢谢。说特斯拉崩盘不至于，但是现在这个超印出来的美金该怎么办？谁也不知道，因为这些美金的话，早晚都会流入到整个世界啊。怎么接？关键是怎么接？因为你要知道。货币要流入到其他国家，那么他不可能说，哎，钱直接就这个就是出来了，对吧？那么他是来交换实物的，说有什么办法把印出来的钱收回去？谢谢榨菜肉丝米粉兄弟送的办卡，谢谢，谢谢伤心总是难免的送了400个粉丝荧光棒。那好，我再说完，咱们开始讲今天小。课堂内容，那么用什么样的方式把印出来的钱收回去？缩表啊，简单来说的话就是，银行把这些货币都回收了。那么其代价就相当于，利用 GDP 的增长，就是利用国库的钱去回收货币。这些为了健康不看直播，但是呢。这样去做的话，压力是很大的。谢谢三费尔巴三兄弟送的8个星球，不是这直接回收货币吗？现在加息是解决不了问题的。谢谢无聊子弹，以前通过加息能来进行宏观调控，但是你这么一印法的话，加息已经解决不了问题了。谢谢华晨，谢谢水晶融合，就比如说，对于国家层面上来说，国家经济在增长，是吧？那么，在国家经济在增长的过程当中，那么国家是赚钱的，
那么把赚的钱，因为赚的钱的话，你是能够跟货币这个划等号的。那么印出来的货币呢，相当于打的白条，然后进行一次对冲，也不是会导致国库空虚，会导致就是说，就得勒紧裤腰带过日子，是这种。啊，周六包场啊 ，MCQ 先生，您看标题嘛，这也是逼的没有办法的办法了。如果你不收的话，就有可能出现大规模的通胀，那其结果就是，唉，到时候弄不好还需要去重构整个货币体系，更麻烦，无数人的家产就会被清零。然后你可能说还没有其他方式了，还有一种方式也能解决这个问题，也就是说拿老百姓的钱来填这个窟窿。怎么填呢？把中产都给割了，也就是说大面积的去割中产的韭菜，利用中产的财富去稀释这些货币，使中产沦为这个平民，让他们再去努力工作去创造财富。那这样的事情呢，在美国历史上这个就是发生过两三回啊。金融危机的话是最不可取的方式啊，是股市崩盘，这些东东东 GHSSFG 还有可能通过房地产来进行调节。黑色卡拉熊说的对，我刚才主动出去采用密码，就刚开始的时候它是没有密码的。好了，让我们来开始进入今天的小课堂的主题。如果说割中产的韭菜，虽然可以快速还账，但是其代价啊，有可能会导致政府不稳，各有利弊吧。要么就是国家从层面上来去宏观调控，还欠账，勒紧裤腰带过日子。英国其实就采用了这样的方式，你们看英国现在是大规模的裁撤军费嘛，因为英国也在超发货币，那么把军费的开支这个去这个填到这面超发货币方面做对冲啊，这是英国人的思想。那么美国人现在还没有想好该怎么做。我觉得如果说美国大规模砍军费的话，就意味着美国不会在这个东北亚地区有太多的这个就是说动作了，然后呢，把一些这个就是军事基地裁撤，这东西不打算还不还，它不是还不还的问题啊，他自己超发商的货币他自己得消耗啊，因为别人的话怎么给他接这些东西呢？怎么接？至于说学莫老先，莫老先是出售了很多印度的国有资产，但问题是美国几乎没有国有资产可以出售啊。不是说美国还打算还吗？不还就是通胀啊，经济硬着陆啊。那从特朗普的角度来说，他可以把经济硬着陆的时间往后延，可以采用一些比较过度的手段，也就是，临时挪移执法。那下任总统可就会被他害惨喽。通胀总比通缩好。纸爱包店却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啊，就是通胀的话，温和性的通胀是可以允许的，但恶性通胀的背后那就是滞胀。你想想，万一美元到最后成了津巴布韦币或者委内瑞拉币的话，那不坑死了。
说别的国家不需要美元吗？需要啊，但不需要那么多印出来的美元呀。我猜各个国家的央行都会就是给美元资产设一个线，也给国家这个美元的外汇储备设个线，多了一概不要。这也只能是权宜之计了，否则本国的经济也扛不上啊，去接受如此海量的美元。如果美国不打算通过这个国有资产来还欠账，不打算去割中产韭菜的话，难道要跟美国一起暴雷吗？不会这样去选的。来，我们开始来聊。什么叫心机婊啊？印仍这个心机婊，手中美元，你个人的美元还看不出来呢。你看啊，印旨等奏报啊，公闻圣公大安折。康熙48年8月13日，这种套路啊，就表示我认为非常好，因为中国呢，有一个就是在古代的时候啊，它有一个道德观念叫什么？长幼有序。注意啊，讲的是古代。你得明白其原理，尽管现在不讲长幼有序了，现在有现在的道德观念，那么你从道德为出发点来做事的话，别人根本找不出毛病。你说这古代过去的事情现在已经不流行了，你想想现在，我没办法给你去讲现代应该怎么操作，但是你要去理解这种思想。你看啊，那么在这个奏折当中，印旨啊，他跟这个雍正争啊，那么我要录像，咱别发弹幕了，有人碰到12G牌子以上的水友，把他这个密码给他发一下好吧。哎，要不老杨还得去捡。我就说这一回啊，你看天章哥12G牌子以上的给他发个密码，就我再别打断我了。嗯，那么印旨啊，跟这个胤禛，也就雍正相比，印旨啊，他是啊这个有优势的。印旨的优势是什么呢？他是老三，雍正是老四，他是雍正的哥哥，所以作为雍正的兄长，那么雍正呢，他就得矮胤禛半头。胤禛是把这个自己的这个优势啊发挥的淋漓尽致。哎，他想要实现一个什么样的效果？我能够带着这一群弟弟啊，去管理好家国大事。也就换句话说，他要在康熙这个面前塑造一种形象，他是这帮兄弟们的头子。因为老大已经废了，老二现在虽然是太子，也不过是填个坑而已。康熙是不会让老二一直当这个太子的。胤禛的这个斗争策略也很明确，只要我能压得住其他人，我不是太子就也还是太子。骚不骚啊？哎，然后呢，一旦去做事的时候就开始啊，以这个兄长自居啊。你看啊，这个康熙在康熙48年8月13日的时候啊，可能身体好了啊，这个小病这个总算是结束了啊，恢复了健康啊。你看啊，妾于初十日申时，即到臣等初七日请安者，公闻万安，奉旨自前降旨以来，这数日饮食俱增，气色甚好，今有此旨，是尔等欣慰，钦此。哎，然后呢，老三呢啊，
就赶紧啊，跟这个你的兄弟说啊，皇阿玛这身体好了，咱必须得啊上个折子啊，得恭祝皇阿玛啊这个身体好。哎，我带头，然后大家跟着署名。别人怎么拒绝？你说雍正能不能自己上个折子？我不跟三哥你上，我单独上折子，不行吧？原因很简单呢，你这么一上折子的话，就等于不听兄长之言呀，打破了长幼有序的道德伦理观念呀。回头说你雍正，你胤禛眼里面没有你这个三哥，雍正所以拿道德去压人的时候，刚不过，刚不过。看着啊，说亲为皇父向来甚和游猎，木兰地方水土又非常好，故皇父始行游猎，圣心畅快，饮食俱增，且天颜渐好，是皆地方非常好，皇父善养圣功，故是天下众生快慰也。哎呀，你看啊，给大家翻译翻译啊。哎呀，儿子，听说父亲您身体好了，太开心了，大家呀、都是合掌啊，感谢佛祖保佑。这个热河好地方呀，热河适合打猎啊，而且呢，这木兰围场那水土，水是好水，林是好林呐、用现在话说，那就是啊，最适合养老的生态皇家度假中心呢。所以父亲呀，您在这样的地方玩啊，去这样去打猎，既能够这个调理身体，又能够使身心愉悦，那因此您吃的一好，人这吃的越好啊，是身体恢复的就越快，而且现在天呢也越来越好了，哎，这地方好啊，这父亲您要是身体好了，这天下老百姓也跟着开心。臣等初十日请安折啊，亦急于知悉皇父天颜大安消息，今接此旨，臣等腾欢，如获至宝。哎，我们收到这消息啊，简直都快激动死了，就跟这个，看越看越想读。臣等望皇父圣功日渐大安，气血全复，我又感盼降旨，臣等临奏不胜踊跃欢便之至啊。接着，臣印旨，印真啊，这个印真对印真写错了啊，印佑。印堂、印战、印居，你这是吧，既拍了马屁，也把雍正给带在屁股后面。让康熙一看，哎，这话看着就舒服，哎，听着就愉快，是个当哥哥的料。紫禁城啊，有印旨在，出不了乱子。你看看这老四、老五、老六、老七、老八，这老九、老十，这不都得在老三的管辖之下啊，都不错呀。老三就说啊，皇阿玛不在啊，这哥几个我都照顾得起，这兄弟我都照顾着呢。你说这就是会玩的，你说他们几个关系真的好吗？老八看老三心里面肯定妈卖皮，雍正看老三脸上可不能有一丁点怒色。那么你要脸上如果有一丁点怒色的话，皇阿玛身体康复了，你看你什么脸色啊？雍正能说我没有想着这个皇父你怎样，我是生我三哥的气，他故意这么坑我，讲这个吗？所以这是大人物啊，碰到再郁闷的事情都得笑眯眯。就这一点啊，这世界上几个人能做到啊？老三摆明了就是压着，对，你三哥坑你什么了？难道当哥的不应该带着弟弟向父亲问安吗？大家你懂的，您就是盯上那太子位置了，我没有，我就尽哥哥的责任。那不完了吗？来，
大家一起笑眯眯，心里面一起骂卖皮，老三你太会玩了。你说就这样的。那有人曾经问啊，这能快意恩仇吗？啊，你说我去捶老三一顿，怎么捶啊？对啊，而且你看这排序啊，长幼有序，关键他硬老三把自己排在最前面，关键折子你看他都是老三起的，嗯、啊。所以你看这神仙打架，站在道德制高点，好不好处理啊？难吧？嗯，更关键的是得练啊，得练。练什么呢？就要练，心里面就算是气疯了，也要面容上是和蔼可亲呐、啊。而且还是要得会演啊，三哥，哎呀，这折子您写吧啊，兄弟们跟着署名就是了。三哥您太有心了，背后啪一刀。所以这就真的是很违背人性。老三心里面呢也一样，跟我争也不瞅瞅自己的斤两，但是放到康熙那里，哎，这你看这老三这兄长当的不错呀啊，老大什么玩意儿啊，老二当太子的时候根本就不想想照顾他这些弟弟，跟老大争的你死我活，还是老三靠谱啊，能把这一众的兄弟啊都照顾的妥妥的。那康熙批的也比较多啊，朱批朕体安，近来朕体日渐大安，亦能上山，仍不觉累，饮食亦俱增，朕不敢饱食，亦不敢劳身，唯今年瘦少，阴热尚未少露。说的是什么呢？说的是什么呀？康熙很满意呀、啊，也就是说了很多家常话啊。今年呢，这两天身体不错呀，也开始能上山了啊。爬上一圈山呢，也不觉得很累，这吃的也多了一些啊。那康熙也深谙养生之道啊，朕不敢饱食啊，吃着啊不饿就行了，也不敢劳身，也不敢过度操劳。但是今年呢，动物有点少啊，天气热，还没有去打鹿。老三的目的达到了。那么当康熙这个就是朱批回来之后，那么胤祉啊又接着就把这套戏做全套给大家找的啊，刚好是连着。你看啊，康熙48年8月19日，我们来看看它的传递时间挺快的呢。第一个是8月13日，第二是8月19日，也就是说在6天的时间里面，热河和紫禁城就能完成一来一回的这个就是通讯。哎呀，你看说到这个啊，哎呀，钦此，前面是康熙的朱批啊，你看啊，老三说臣等公文不胜喜悦，亲为皇父天颜，日见全父，乃蒙天佛眷佑啊，披圣公从速恢复康健，以服全民感望之心也，人身之药为粮啊，自皇父饮食俱增，步行山上不觉累，且皇父仍能照料自身，食不甚饱亦不劳身，陶蜀至圣善于养身，臣等赞叹不已啊，喜之不尽。今木兰地方仍热，尚未少露，皇父又善加调养肾功，从容多留数日，尽情游览，臣等恭候佳音，臣等临奏不胜欢悦，又把一圈人全拽上。你可以看一下承德避暑山庄到北京
量一下。但是古代嘛，没有高速公路啊，只能骑马。给大家翻译翻译啊，咱通俗一点。老三收到消息，哎呀，父亲，听到这消息，我们是喜从中来呀，都不忍不住，太开心了。哎呀，就希望，哎，父亲您身体全都康复啊，这是老天保佑啊，您真是天子，上天都眷顾着您呐。这您要是身体好了，天下黎民百姓都有了依靠。人呢，就是人是铁，饭是钢啊。听父亲您这每天都吃的东西多了一点，上山也不觉得累。哎呀，哎呀，父亲，您这养生之道，照料之法，哎呀，我真是让儿子们大开眼界呀，太开心了，太开心了。说现在呢，这木兰围场啊，就是避暑山庄啊，有点热啊，还没有打路。哎呀，这个父亲呀，您还是要细细调理才好啊。您可以多待几天啊，那些好的风景都要多看一看。我们呢，就在这北京城等您的好消息。哎呀，我们写着，我在给您写着奏折的时候，哎，不胜喜悦。要家书要写出拍马屁的效果，同时印纸要表现出来自己作为兄长能够履行的领导的责任。结果又开始了，把这后面的一串人全带上。雍正都得是这样的。好，好，非常好。心里面，哎呀，这老三可真是难缠呐。朱批镇体安，二十日少鹿获一只，今正是啃鹿之好时节。哎呀，康熙说啊，我的身体啊不错，这8月20号的时候啊打了一只鹿，哎，现在啊正好是吃鹿的好时候啊。你看这老三是又拍马屁又显示自己的这个地位，同时还能得到康熙的喜欢。学会了吗？会玩吧？接着，那这奏折是吧？返回到了紫禁城，到了这个48年9月初5的时候，又过了6天。你看着啊。这老三这个老戏精啊，啊，小戏精又开始了。臣胤祉等恭请皇甫万安，这就是什么叫做家书抵万金呀？名为奏折，实为家书。同时，胤祉又把自己的这个优势表现得淋漓尽致。开始，啊，妾于本月初3日未时，即到臣前月28日请安折，喜闻万安奉旨，饮食已赶上去年好时。然后朕照常行为少禄，该抵报到来之日，共夜21只，钦此。臣等公文不胜喜悦，连接数报，喜闻皇父圣公见爵状望。且这个广告条挡住了，等一下。且今啊，有奉皇父谕旨，饮食已赶上去年好时，钦此。哎呀，再有数日内，圣公便赶上去岁好时龙体也。今又今年为常好，圣公照常行为少禄啊，夜露21只，尽情游玩。臣等闻之，念佛恭喜，但愿皇父屡颁喜旨，又亟待瞻仰天颜。臣等在京城亦无事，臣等皆望去旮旯河豚、热河等行宫迎皇父。瞻仰天颜，恭请万安，为此谨奏。接下来说啊，这父亲吃得好啊，已经赶上去年好时候了，这吃这个饮食啊，终于恢复了啊，我们开心呐、啊！听说父亲您打了21头鹿啊，哦，我们一听都念佛呀，身体不好能打21头鹿吗？啊，我就希望父亲您多来点这样的家书啊，我们太想看到父亲您这样子了。我们在京城的也没什么事儿，我们现在就想着
能不能去热河？父亲，您不是快回来了吗？我们不愿意在紫禁城等着，我们就想先去热河看您的样子，和您一块儿啊，回这个紫禁城给您磕俩头，开心了。结果又把一串人全带上。会玩的，层层递进。这边说了，老三说给他说，老三想说，我想带着哥几个、兄弟几个一起来去看您啊，然后呢，跟您一块儿回来。那请问康熙开心不开心呢？怎么样这一套啊？父慈子孝，行云流水，身为兄长当做出表率。还有谁？雍正也在这个时候只能啊，三哥说什么就是什么。对吧，胤禛在这时候他就想告诉康熙，他比老大老二更优秀，大阿哥二阿哥只知道跟兄弟争功啊，只知道去打压众兄弟，他就能做到和兄弟们和睦相处。可能或许有人问，如果说这个时候啊，这几个人闹起事儿来，老三会不会背锅？老三不会背锅，原因很简单，如果有兄弟闹起来，老三就说你要听兄长一句话呀，啊，兄弟们之间应该以和气啊为主。那父亲正在养病啊，如果说你们这时候闹起来，使父亲心急如焚，导致父亲身体这个出现这个状况，你负得起这个责任吗？替到父亲怎么办？那么瞬间就寂寂了，闹事的人分分钟就要进宗人府了，请问谁敢闹？或者说谁能闹？私底下可以 闹一些小手段，但表面上大家都得笑呵呵。无论怎么看老三不爽，但是老三的这个账得买，原因是老三威望不足以服人，这没错，老三可是站在道德的制高点呢。老三已经把长兄如父，老大老二不是废了吗？哎呀，这四个字理解的是淋漓尽致，而且动不，而且老三呢也是，老三找出来的这个依据是什么？一切以父亲的身体健康着想。如果说这时候闹事，就是不希望父亲身体好，不希望父亲身体好，你这个逆子，这在古代够这个了，只能认，只能服。咱们前面讲的奏折，老三是表现出来是个人的办事能力有多强，把这些兄弟全都一脚踹开了，又治水了又治河。现在可好了，等到谈家事的时候把这些兄弟全都拉出来了。你会发现在治水的时候没有雍正什么事儿，等到开始去祝愿父亲身体健康的时候，雍正就被拉出来了。会玩吧，雍正还不能说什么，原因是如果治水的时候雍正开始提出一些意见，你跟你三哥争功啊，你眼里面还有没有你三哥啊？好吧，忍了。等到这事儿的时候，雍正说你别写我名字，你不希望皇父身体好，我没有这意思，写吧。横竖都站立，老三就能做到一点啊，办事的时候功劳是我的啊，讨父亲欢喜的时候
既能讨父亲欢喜，然后父亲看到当哥哥的能够领导一众弟弟。要不怎么说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呢？这就是神仙打架。老三画下来的圈条条框框，老四得认。老四认了之后，就要需要在其他方向去跟老三过不去，或者说老四就得找到一个突破口，得打破老三这个格局。那你敢表现出来吗？有人说雍正口服心不服，那你气个我看看呀，别说气了，眉头都不能皱一下呀，啊，吐槽都不能吐一个字儿啊。哎，三哥妥当，三哥有远见，三哥办事得力，三哥是我兄长，我这跟着三哥啊，当孝顺父母。能怎么办？又不能跳，这就是现实。要不怎么说呢，真进了这个高端局了，你要学会一件事情，受气。是龙也得给握着，是虎也得趴着，这就是事实。但是你要学会了，能够在这样的环境当中是这个游刃有余啊，那说明咱们这个周六的小课堂啊，那是都听您去了，更重要的是用啊。那么你想，如果你是雍正的话，你打算怎么去打破老三的这个格局？怎么跟老三争？做事的时候老三一马当先，你又不能说三哥我来吧。然后呢，像父亲这个问安的时候，你又不能跳过老三，老三只要说一句啊，我们为什么不一起呢？你就不希望父亲看到我们父慈子孝吗？对于老三这样的人，你怎么捧杀他呀？老三你没发现吗？这就属于老油条老滑头啊，你想捧杀他，这种人是捧杀不了的人呐。老八能捧杀，老二能捧杀，老大就是个蠢货，能坑死。老三你捧他怎么捧杀？这就需要以正合以其胜了。一旦到了这种对方占尽天时地利，这个就是人和的优势的时候，那就要采用非常规的操作了。以后我们会讲到，刚才有谁有说了，都是弟兄说了啊，自爆啊，对啊，让你看看什么叫做啊自爆。什么叫神仙打架？这就叫神仙打架。康熙48年，从8月13到9月中旬，这玩了多大的一个圈子呀？我们来好好看一看，对吗？8月19日，9月初5，再往上稍微停一下，再回忆，再这个大家好好的回顾一下。顺理成章，老三所做的一切的事情都让他非常非常的去合乎逻辑。老三所这些话语都是康熙想看到的，老三也明白康熙想要什么，父慈子孝。三封信连为一体啊，老三的形象饱满吧，非常非常饱满，既在前面的奏折当中表现出来了办事得力的一面，下大雨了皇太后怎么安排老三不知道好不好，然后呢康熙啊去热河养病了，
那么，根据康熙的这个身体情况，老三见缝插针，既能够让康熙感到欣慰，又让康熙看到了一个能带领他倚重儿子的兄长。因为康熙担心的一件事啊，是如果说选定太子之后，太子当上了皇帝，兄弟内讧怎么办？这个人必须是得能压得住啊，这些其他儿子的人，但是他也不希望这个人一上台就像秦始皇的儿子胡亥一样啊，胡亥一上台把兄弟这个姐妹都杀光了，康熙是不允许这样的事情出现的。那么胤祉把康熙的这个软肋也读的是清清楚楚，你看我跟这些兄弟这么好啊，我要当上皇帝了，他们一个个只能过得比今天更好。至于说老三心里面是怎么想的，谁能说得清楚呢？第三封信，至少来说，你看雍正他就没有表现出来杀机。在处理老八啊老九的时候，雍正多稳呐、啊！在处理老三的时候，雍正啊。那也是费尽周章，是老十三死了以后才处理的老三，找的理由呢也很直接啊，没有兄弟之感情啊，因为老十三一死，胤祥死了，老三作为一个夺储的失败者，面无表情。雍正说：“你死了弟弟，你都没表情吗？你还是人吗？”然后老三就叽叽了，翻车了。大家学会了吗？站在道德的制高点该怎么玩？可能雍正到那时候也会说啊，当年你喜欢玩道德这一套，现在我也会给你玩玩道德这一套。大家都是同类啊，都是千年的狐狸，玩什么聊斋呀？好了，我们今天的这一招啊，就算讲完了，学会了吗？下周更精彩哟！下周的话，让我们来看一看啊，江南地区，哎呀，老四和老八的竞技了。那面也是斗得不亦乐乎，也就是李旭啊、王洪旭、张鹏和咖喱啊的神仙打架了。还好啊，这个我看看下周六是十月几号？10月3号。那天我不休，感慨深吧，我把密码去了。所以呢，你在这个直播间呢，就是我还是希望历史多听一听，能把咱们日常讲的历史啊都听清楚、听明白了，再去听小课堂的内容才能听得懂，否则小课堂是真的听不懂啊。没说嘛，在这个人的这个思想当中。没有固定的套路，没有一定的战法，只有啊，根据特定的情形来决定具体该怎么做。它只能意会，不能言传。你想要往前走啊，你想要这个身居高位，真的不是努力啊就能够这个做到的，因为努力只能让你去掌握专业技能。想要去天马行空的去解决或处理问题，真的要既要努力，要靠天分了，理解最重要啊。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谢谢彭宝，谢谢。
固定的玩法呀。感觉漏了好多期啊，这个小课堂群有录像啊，别忘了索要录像啊。想上位哪那么容易啊，谢谢 Life。 你大家可以扪心自问一下，真给你安排一个老三这样的对手，你打算怎么跟这样的对手玩呢？比如说你要去竞争你们公司啊，这个总经理的职位，你怎么打算跟这样的人争啊？反正老大老二老八那样的是不可取啊，老大是我画个圈圈诅咒你，老二是啊，哎呀，我是嫡系，我怕谁？老八是，兄弟们都挺我啊，到时候选总经理的时候投我一票。这仨先炸了。业务强只能是必要不充分条件。能打败老三这样的对手，我觉得，只要你想争，往前走，年薪个五六百万啊，应该难度不大。谢谢波西米亚的旧时光，就这样的这个水准啊，我觉得啊，不敢说顶尖吧，土豪啊，富豪阶层应该能达到了。事该怎么做啊？具体情况怎么分析？然后呢，永远都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谢谢菠萝 Apple， 谢谢，谢谢 Super TTN， 谢谢。这满满的呀，都是在计算呀，算计。谢谢唯心唯物，还有啊。大家还要明白一件事，高处不胜寒呢。现在不是有个流行词语叫表面兄弟，看这三份这个奏折，大家也能明白了什么叫做表面兄弟了吧。确确实实当时雍正和老三老八老九老十四都已经斗到了至死方休的程度，但是呢，你从奏折里头根本看不出来，看出来的是能看出什么？只能看到兄弟情深的。但我用上帝视角来去看的话，兄弟情深个鬼，一个一个恨不得弄死对方。亲兄弟呀，皇家无亲情，所以啊。这就是荣华富贵的代价。你们可能会想，真有一日有了荣华富贵了，难道就不能讲亲情吗？怎么讲啊？盯的人那么多，对吧？你把别人当兄弟，别人把你当这个绊脚石，你能怎么办呢？所以要是没有年羹尧那一下子，怎么办老三？那你应该想，雍正为什么会想到年羹尧那一下子？谢谢左敬州啊，说血浓于水，怎么浓啊？怎么血呀、啊？皇室无亲情嘛。说康熙怎么就开不出来？那康熙能怎么做呢？杀儿子吗？不合适吧？不杀儿子，你怎么阻止他斗呢？看得出来呀，
真是血浓于水啊，尤其是兄弟的血大补啊，说的对，兄弟的血确确实实大补，这话一点都没错，谢谢，哎，二三四六兄，谢谢谢谢，哎，有没有兄弟送点小礼物，咱们过一下二星挑战，哎呀，真不容易，真不容易，谢谢谢谢兄弟，国庆了，这放几天假呀？谢谢二三四六，谢谢 HSJK。要不怎么说呢？凡人的幸福啊，是普通人的幸福，是大人我们根本想要拥有也无法拥有的。98.4%，哎，送送荧光棒就到了。谢谢娇美吴亦凡，谢谢半山闲人，谢谢。但是呢，有这些大人们所拥有的财富和地位，又是普通人所无法企及的。人就是一种很奇怪的生物。今天下午没事的话，在想互相羡慕，对吧？就是想要真的做到风轻云淡，可能只有少数人能做到。但少数人能做到，他身边的人啊，未必能做到啊。身边的人做不到，就会来自于家庭的压力。最简单的是吧？有了媳妇儿以后，媳妇儿经常会说："你看看人家，是吧？都住什么样的房子，一个月挣多少？"那你要说真的是，你看看人家之后，就要去争，就要去爬，一争一爬，又成了这样的结果。因为爬到什么是个头啊？爬到什么时候都不是头，对吧？现在不是底层互相伤害，高层抱团吗？你为什么会这样认为呢？十五从军争，八十耻得归。有没有皇帝正儿八经的选继承人？多多少少都会玩一些，但是呢，就看玩得度。但是你说疯狂的话，可能唐代的时候就有点疯狂，对吧？奥斯曼的卡农政策不就是？谢谢商扎木，谢谢南，怎么抱团呢？这十五从军争，八十耻得归呀！一旦牵扯到财富、地位，抱不了团。但是呢，你不可能明争，你怎么争？就相当于是我跟咱们讲的东西，你还没听过吗？那你说你看过去，哟，这个老三、老四、老五、老六、老七、老八，他们关系好不好？特别好。你要问的话，三哥是个好人呐，我四弟人不错呀，老五、老六都不差呀。哎呀，老八也就是急了一点，那也是大好人一个呀。谁敢说对方不是？但你不能说，就因为一眼看过去他们兄弟和睦，就认为他们就是兄弟和睦，因为你有上帝视角，知道后面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斗是要斗的，没办法明争。说有没有历史上比夺嫡比雍正还要血腥的？雍正不血腥啊，雍正是简直就是说，斗的是神仙打架，而且呢，他史料保存的比较全，能够让我们还原这个当时的这个，尽可能贴近真相，因为清代离现在太近了嘛。但是你要说看更早的时候，那不都是要出人命的？咱马上讲的这个两晋南北朝，你看一看刘义隆的儿子们是怎么斗的，对吧？李世民的儿子们又是怎么斗的？这追慕蕤目，武则天的儿子们又是怎么斗的？说九子夺嫡又不怎么血腥，怎么血腥了？在这之前的时候，一片一片的死啊！汉朝不也是一样？也不能说来武斗啊。哎呀，那……李世民宣武门之变，够夸张的了吧？哐哐哐！
体面，钱权哪有体面呀？现在37度寒，体面不了，胜者为王，败者为寇，这话不是说说而已的。普通人的好处是什么？别看说最狠的话，但不会啊，做最狠的事情。说主动放弃能善终的几率如何？怎么退？哼，三费尔巴三，你想过一个问题没有？曹爽当年也是这么想的。曹爽觉得他斗不过司马懿，所以曹爽就怂了。对呀，没有你对我很重要。一旦你上了这架战车，只有一条路可以走，只能赢。一旦开始争，就没有退路了。对啊，普通人说的很，没有实际行动的。我说实际行动最多也就是打一架吧，偶尔可能在打架斗殴的过程当中会出现人命，了不起了吧？但是神仙打架的时候说的都是特别特别的好听，但是呢，做起来的时候哪还有一丁点的余地呀、啊？给别人留余地，那就是给自己挖坑啊！给别人留余地，那就是等于给别人翻盘的反击的机会呀、啊，会吗？谢谢，得得得得得。那吴王夫差和越王勾践，这例子教导了无数人呢。然后，而且还有一个人呢，谁呀？咱们前面刚讲完的苻坚，他倒是宽容了，他倒是好说话了。结果呢？那就算是老大想要去放对方一马，下面的谋士就会给建议，想显当年的苻坚，不行。对啊，别上啊！逍遥王也不错呀，没错啊。要么从一开始就打定主意不去争，那就当个逍遥快活的王爷。一旦开始，你说好吗？也好，也不好吧。到了那个位置，有1%的几率都要上一上。好处是什么呢？好处是，我们不需要去，就是说现在的社会的话，还是有退路的，一般不会至死方休，比古代已经是宽容多啦，对不对？现在是不是比古代宽容多了？他不会至死方休。说有能力不争，大家也不放心吧？能力是通过争体现出来的，你不争的话就是没有能力，对不对？不争就是没有能力。说要是坚持立长不立贤，是不是也没那么多事儿？有问题啊！明朝不就这么玩的吗？你看看，是吧？恭喜老板50级，二三所有，谢谢，恭喜二三所有秀。那你想想明朝的代价呀，解决不了的。你要是只是立长不立贤的话，出现昏君更迭，简直是要亲命了。谢谢随云送的粉丝荧光棒。老子说了"水利万物而不争"，道理嘛是道理，实际情况嘛是实际情况。那还有一句啊，对吧？虽水虽利万物而不争，
一旦水到了高处，有了势，那就可以如万马奔腾一般啊，倾泻而下，能够冲掉啊，或者说冲毁挡在他前面的一切事物。朱棣表示王爷也不安全。谢谢拓富文，谢谢，是吧？九一一爱你。因为权力这种东西，它跟物质的捆绑实在是太密切了。拿男人了，对男人来说，可以说对咱们直播间绝大部分人来说，有人老去抱怨啊，房子贵买不起啊，有人说这个漂亮妹子娶不起，然后你就会惊奇的发现，权力和金钱能可以很轻松的去解决你这些问题，然后下来就给你摆在你面前了，要不要去争？啊，闲聊呢，这会儿是挺难的，是吧？你说我本不想争，可现实生活当中又逼着我要去争，但我又不会争，所以我就来听天我的小课堂，学着怎么去争。我呢也只能告诉你啊，争的过程、争的方法和争的代价。至于你想好了没有，要不要去争啊，那就是你的事情了。别回明朝当王爷了，还是尊重现实吧。换句话说，现在就算是一个普通人，不也比明朝当王爷要好啊？那明朝王爷能看直播吗？明朝王爷能发弹幕吗？不，说等到那个时候可能已经没兴趣了。不会的，成就感呀，爱学习的汤姆，这叫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虽然山上风大，但是还是很多人喜欢站在山巅去仰望，应该说去俯视众生啊。没兴趣啊，不可能的。说明朝王爷人家玩儿真人，你想想代价呢？代价呢？没有电，没有网络，然后呢？还有问题是，万一感染个感冒啊、发烧什么的，你会非常非常的怀念。我要吊瓶。到时候医生会问你，吊瓶是啥？你为了这一项，其实加里维克里琴啊，不用回到明朝当王爷了。作为普通人是吧？就是说中国的普通人啊，你要想要去这个找真人的话，一些不发达国家啊，人民币还是挺耐花的。不用会穿越到明朝当王爷，不至于。因为你能现在能享受到的，你都能享受到。回到明朝当王爷，哎呀，你想享受的都已经享受不到了。因为我很多人的假设是建立在拥有现代文明的基础之上去回到明朝当王爷。不是我懂得不少，本来这就是事实。皇帝命短，也很，要么是操劳过度，要么是纵欲过度。能做到这个工作这个娱乐两不误的啊，也就是像乾隆那样，前半生努力，后半生划水。带个手机去，你要不要背一个信号塔呀？你咋想着带个手机去呢？谢谢拿大的卡玛，你怎么充电呢？嗯，对对，都是操劳过度，对的，多音字嘛。说的有道理，有道理，有道理。带啥？带啥都不好使，你除非说把现代的整个世界带过去，你把现在整个世界带过去，那不就是生活在现代吗？
别闹了。真正的穿越方式是什么？是去未来，而不是回过去。可想起一个无聊时看的漫画，主角带着发电机和现代家电穿越的。乾隆也是后半生划水，说乾隆和李隆基啊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只不过乾隆比李隆基命好，李隆基直接赶上安史之乱，使帝王的这个评价是大大的下降。啊，那么乾隆还好，在驾崩的时候，清朝虽然走下坡路，但也还属于这个国力昌盛。这云上云气，说把工业基础研究资料逮着，这干不了。我跟你说，你不信，你看看你自己的力量，就是你在现代社会，你试一试啊！一切原材料只选择纯天然的，你造块玻璃试试看。就是你买的材料是能够直接从天然自然界当中获取的，你试试造块玻璃，你就知道，穿越有多难了。现在流行带太阳能笔记本，对啊，得带回去一个小城市，而且这小城市有各种各样的专家和这个技术工人组成，那有戏。然后呢，你还有一个问题是，你就算是带几万人回去，你还得花二三十年的时间去完成基础的这个工业设施。你说花二三十年，这已经是飞快了，神一般的速度了。你说那不老了吗？啊，就这样喽。你能加速这个那一个时空的历史进程，这就不要想穿越这档子事儿了。有这闲工夫，还不如去非洲呢。说的对呀，没错啊。你的穿越，现在人的这个穿越啊，都是建立在不靠谱的基础之上，不看不知道，一看就想笑，这都是闹哪样啊？这去未来的话，你想想，很多疾病啊，就咱们不知道未来是什么样，就是说按现在这种发展趋势啊，一种和平稳定、科技不断往前的方式发展，去未来的话，好处就是寿命会这个大大的延长。现在的很多不治之症估计在未来都小菜一碟，比如说癌症，其实现在人类攻克癌症也不过就是时间问题。说非洲穷白人也不算少，多呀，南非现在就是大把呀。不是，为啥非要盯着非洲呢？东欧也挺穷的呀。谢谢一家茶楼英，而且去东欧的话，这妹子也挺漂亮的呀。为什么老盯着非洲想不开呢？我就很纳闷，动不动就说去非洲，东欧好像就被很多人给选择性的无视掉了。你想想嘛，东欧的很多国家那经济情况差的一批，然后呢也符合现代人的审美观，然后都觉得欧洲是富人。其实欧洲整个欧洲来看的话，只能说某些地区富，是吧？西欧北欧富。你就拿西班牙来说，西班牙哎呀，就现在都是哪样了。谢谢委婉的小男孩，谢谢。就是你去看吧。不是沾个欧洲，东欧它的这个经济情况差到什么程度呢？就是他们的当地的富豪还没有中国现在的，咱们不敢说普通家庭吧，小康家庭生活好。我也很奇怪，现在世界好像就把东欧这个地区给选择性的无视掉了。
举例来说，东欧的人口买卖情况简直是非常的匪夷所思啊！哎，晚上好，2015兄，今天怎么来这么晚？周六的10点半啊，我这就要加班，对，明天得上课。他的这个就是每年，就是说东欧的很多这个少女通过各种各样的这种渠道，就是走私渠道，居然都会被逼到带到西欧去从事一些非法的这个交易。对，很奇怪，就是说，人口贩卖活动竟然在东欧到了一种匪夷所思的程度，而且毒品的泛滥情况在东欧也是匪夷所思的。那么我们都知道，毒品的话，它很多都是像这个，要么是就是以这个海洛因、古柯碱、大麻为代表的这种精神性脱敏。哦，赶紧睡觉！我天，两个通宵，要命要紧的，得休息要紧，休息要紧。对，就是说宣传太少，但是东欧它，那么要么就是这种软毒品 K 粉呀、冰毒这些的，但是呢，在东欧地区，竟然有一些就是化学合成的这种非常烈性的毒品在流行。有一种毒品的外号叫鳄鱼。吸食那种毒品之后，人其实就是这个跟废了一样，比东南亚情况还要糟糕。大家要有兴趣的话，可以去搜一搜这个代号为"鳄鱼"的毒品，在东欧是非常的流行。对，是你认为是不符合现代啊？但是这个地区的话，就这个就没有选择性的无视掉。而且东欧的问题，它还是那种，就是说，不是说一个或者每年是几百个这样的这个，未成年少女或者说年轻少女被绑架到这个西欧，而是拿万来计算，匪夷所思吧？这些无声敌，而且最更不可思议的是，对于西方那些土豪们，然后呢？去流行买岛，去打造自己的这个，可能用圣经当中的伊甸园来称呼，有那么三分意思。而这些被绑架或者说被诱拐的妹子当中的这个颜值高的，又会莫名其妙的是出现在这些小岛当中。东欧。就是说，波兰呀、乌克兰呀这种啊，什么塞尔这个那个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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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亚，那个山地国家，匪夷所思。就是东欧的这种非法的人口买卖状况，已经到了一种令人发指的程度，已经形成了一种就是说，忘了那个什么什么亚，就是曾经这个阿尔巴尼亚还是什么。就是，竟然能建立了一，就是从东欧到西欧的一条很隐秘且稳定的这个人口贩卖路线。对，白俄罗斯也算呀，罗马尼亚也算呀，匪夷所思吧，恐怖是吧？就那一圈儿，那一带。这些国家因为上个世纪跟前苏联混，在前苏联解体之后被欧洲忽悠，然后经济没有起来，反而国力这个日渐衰弱，然后就出现这样的情况。这些冲向尽头，要不怎么说这些年流行乌克兰的美女嫁中国呢？我呢只能跟大家就是说，就是以前的这个华约的成员国嘛。对，没错啊，嘿嘿，一二三就一二三，现在也是一样的。惨吗？是啊。然后这个地区，那比如以前不是还有一个美国的电影吗？也说人到了这个东欧旅游的时候，莫名其妙的消失，这个就是消失。没错，Sky10说的也是这个问题啊。
而且这也牵扯到西方国家的脸面问题，那长期就属于一种啊，没有拿到台面上来这个解决并讨论的对象。谢谢风暴卫，只不过这次就是这些年叙利亚内战啊，叙利亚的动乱，使这个情况啊打开了冰山一角，原来还能这样。谢谢，剩下治疗治疗。谢谢，再入雨林。那好了，那咱们今天晚上就先聊到这儿吧。大家周末愉快，明天我估计都得这个就是上班。那么11期间啊，这个到时候会休2天，然后休息的时候晚上上来聊聊天。谢谢风味水狂，因为中国人有钱呀，相对于他们来说。谢谢加西欧。大家晚安，拜拜。明天见啊！我们还是有道家的发展史，终于正常了。然后还会有大患南北朝。啊，今天加班了呀。马上就11这个长假了，就不是五一小长假了。咱们呢，很多事情啊也都做得差不多了。好，大家拜拜。拜拜。谢谢年少不轻狂，后事怎辉煌？拜拜。再次感谢2346兄的2架大挥击，拜拜。